然后可以偷，我们可以偷塞一首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因为呢，今天我有一个朋友有来，然后呢，上次呢，这个朋友呢是个消极，是一个很开心的朋友。然后我们上次在喝酒，喝饮料的场合遇到的时候，他就是疯狂看着那个墙上的那个投影幕，然后看里面正在唱 John Legend 的一首歌。然后那首歌就是其实是一首抒情歌，他扭的跟什么一样，然后抒情歌你有什么好扭的，因为这就很适合跳舞啊。哦，好好好，然后我今天就要唱这首歌来献给他听。John Legend, All of Me。My head's under
some winning, cause I'll give you